电子的，对不对？这是控制器。这是 mini controller， mini 控制器。哦，这只是个 RGB 的控制器吧？是啊，模式。调一下模式。这还不算迷你的，这个还大了。太大了。还可以做一次一个小的单片机的。这小的应该只有指甲盖那么大吧？指甲越做越小了哈。但是我让他们把这里用这里用那个东西吹一下，吹一下就好看一些。这应该是拿过去贴在帽子上面，还是放在哪里做装饰的？防雨的。有可能是放在哪儿？汽车上应该是没做到。他们做那个头盔的那种 LED 头盔。现在的人也是想着搞。您这个好方便了，又轻便又迷你。啊。这个短的是一个电池供两根，对吧？对啊，这个也挺容易做的，我自己都会做。